果我不会杀他。别管我，快跑！我们会带你离开。没用的，你可以试试。士官长，他在这里。他知道我在这，这从来都不是陷阱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测验。我们的战斗到此为止。放他出来。来了。见证一切吧，我们的故事将会成为传说，由那些幸存者诉说下去。